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 每次去 IKEA 都会买他们的招牌急冻蔬菜薯饼回家的，今天就等我教大家在家都可以自己整到，即刻看什么材料啦。如果家沒有焗爐的話，也可以將薯餅放上去平底鍋上面，以中小火煎到它金黃色，這樣都可以。完成啦，單看外表都有八九成相似，讓我即刻試一下什麼味先。薯餅金黃色很吸引，而且也吃到薯仔粒保留一定的口感，這麼簡單就整到，大家都快點試一下整吧。Yoohoo！